来直接他们来换顺序，他们要进入分区区的画面。好、哦，他要先用可以先用。对对对，录完之后我进去后，你看我进球哈，只有中区为主哈。
各位记者、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，大家早。那张董事长早。啊，那我们的叶董事长，我们早。那我想，以政府代表政府来讲这话，我们除了感谢、感谢再感谢，我们充满了感谢。我们对疫苗表达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谢。我对于啊，从台积电、鸿海到瓷器。还有我们的啊法律的团队啊，这段时间非常的努力，克服了所有的困难，那把这个合约也签订，那也有郭董事长也到欧洲去，那把这些细节也做了适当的安排，跟国内充分的配合。那在这里我要代表卫福部啊，向我们的企业啊，从台积电、鸿海到瓷器，还是要讲说，我还讲说，感谢，感谢，再感谢，谢谢大家。部长、执行长、各位媒体，早安。今天我很高兴能代表郭台铭、台积电到现场来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。民间机构鸿海公司、永宁基金会、慈济和台积电共同捐赠1500万的 BNT 疫苗给疾管署作为防疫的作用。今天是第一批，这里面有900000万的疫苗，从民间机构评估开始要赠予的事的时候，到今天疫苗的到来，这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不容易，也代表在许许多多各方面大家共同努力而成功的。从政府在当中的授权协助，郭台铭辛苦的到欧洲去催货，台积电的法务部在各方面的协调，实际的宗教慈爱，让我们大家看到了大家的努力，成就了这件美事。尤其是现在，在全球企业都在缺少疫苗的时候，再加上有很多地方都要打第三剂，而我们应该感谢 BNT 跟复星医药给我们的协助，让我们的第一批疫苗比原定的时间早到一个月。其中让我感到很温馨的事情，是在这两个月中，鸿海、永宁跟台积电一直就是互相信任跟推崇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事情不会这样子的，这样快的完成。从这次的合作的成功，让我感觉到团结就是一个力量。最后，我衷心希望台湾大家能在疫情中平平安安，也呼吁企业朋友们一起投入疫苗抗疫的行动，也帮助台湾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我是觉得各位都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们亲爱的陈部长，还有机关署署长，还有台积电以及鸿海暨永宁基金会代表，张主任女士，还有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早。很高兴这次 BNT 疫苗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终于抵达台湾。慈济基金会想借这个机会对各界的努力表达诚挚的感谢之意。首先要感谢台积电及鸿海暨永宁基金会两位可敬的伙伴，坚韧不拔的努力之下才可以有这个成就。那也要感谢政府各级单位的协助，
让12岁到17岁的青年学生有机会施打疫苗，也感恩 BNT 原厂及复兴医药的慷慨促成提前交货，感激不尽。最后要感恩许多企业领袖以及慈济的会员大德们的爱心支持，共同参与为保护台湾人民健康安全的疫苗捐购，此际以你为荣。最后，希望台湾早日脱离疫情，恢复正常平安的生活。感恩。好，我们今天大概到这里，再照一张团体照。好。